蛋糕，我吃蛋糕了。嗯。哎呦，哦，我看一下，嘿嘿，耶，跟三姨奶奶，耶，三姨奶奶，快点，快点，比个耶耶，三姨奶奶好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不要拉，不要拉。下次啊，为了节省你那个什么材料钱，你那个，我发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气势的，还是原味的。原味的，那不是馒头啊。馒头，你的馒头是吧？不要讲气势。好。因为我哥也是说白馒头就好。白馒头最好，我最喜欢的白馒头。那天他们家的那个气势剩下几个家，你吃吃看叶明基的气势。我就是许喵的房间。许喵。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许喵。馒头好好吃。我觉得还是白馒头。白馒头最好。什么都不要。白馒头啊，你挣钱了。我现在馒头，白馒头，我给它做成像挂包。许陆游的房间。其实我觉得白馒头哦，是这样的，
这红不错吧？谢谢。我昨天你今天还挺雄厚。我要买是没有问题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问题是在说，他们在这是谢谢的房间。这个是舅爷爷舅奶奶的房间。那是什么？窗帘的。哎，你把它抛给三姨看。我知道，在弄啊。我昨天是做这个，然后结果。